是购物宝贝咖啡厅，咖啡厅。然后它有附四个购物宝贝的玩偶，里面有一本说明书，它告诉你里面有哪些东西，要怎么去组装，一样一个一个步骤来。好，然后里面还有附贴纸，还有一些房屋的一些装饰的牌，那个招牌，然后还有三包积木，还有购物宝贝四个，有四个购物宝贝哈。那我们来开始组装。从第一个冰淇淋，它是笑眯眯的冰淇淋，然后它后面是这个样子，有它的 logo， 然后它可以打开来哟。它是粉红色的，后面是黄色的，是汽水，它是白色的，上面是红色，然后还有蓝色的线条，最后面有一开罐的那个图案。这个是冰淇淋，下面应该是饮料吧，然后上面是冰淇淋小小瓶的，然后这边有像饼干一样，然后后面是这个样子，有点类似像漂浮冰淇淋那种感觉。然后这个是收银台，它的组装起来，这边是它的那个纸卡嘛，然后它长这个样子，这边有收银的，按多少钱，这是收银台。这个是蛋糕架，你可以把蛋糕甜点全部放上来，我们来卖。冰淇淋哦，好，马上帮你准备。也喜欢那个这个。你是青苹果。我喜欢青苹果。好，那青苹果。两个蛋蛋。还要两个蛋蛋哦。对。这样桌子摆不下来，怎么办？一个就好了。一个哈，好，都帮你送上了。你要吃完记得去付钱哦。你要去结账啊，要去找安娜结账哦。安娜，这样子总共是300块。给我钱。给我钱。你要给我钱。给你钱。谢谢外姑，下次记得再来哦。好。还有谁要来我们的餐厅啊？要来我们的咖啡厅。不知道，我们有很多好吃的呀。不知道，有冰淇淋，有水煮蛋，还有棒棒糖。佩佩猪哎，欢迎光临，你好。请问今天想要吃什么？冰淇淋。又是冰淇淋哦，今天冰淇淋好热销哦，你要等一下哦，马上做。好。好了，冰淇淋来了。
淇淋。好，请吃。阿喵喵，还想要一个甜甜圈。还要一个甜甜圈啊？好。哎，好，做好了，在这里，请用。喵喵喵，吃完了。今天的 shopping game 好玩吗？好玩。下次还要不要再介绍更多给大家？还要。想要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